剧本好以外，然后我很像戏里面的阿蕊，坚强、韧性、勇敢，还有充满了感情，所以我就演他啦。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话，就我很喜欢这个戏，因为这个戏充满了世代之间的对话，新的跟旧的的对话，然后这些对话都让我有很多的反省也好，或是新的启发。我20年等了这部电影，能够有你们这样的支持，非常的感谢，也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感动透过你们的热情传达出去，让更多人一起来感动，谢谢。